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笑容够了，我爱你不必人懂，不必人懂，只要不醒过来，这就不是梦，请看着我，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4月15号星期四了，今天盘大涨，指数收在最高，而昨天跟今天心情是截然不同，昨天盘震很大，高低点就有375点，昨天在您失去了方向，在您没有信心的时候，老师有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在你身边给您提醒，给您方向，给您信心呢？也告诉您台股波本的个股就是先蹲后跳，老师这个话呢大盘听到了，今天指数就大涨了210点，
再刷新历史高，而且甜心的股票早就冲出去了。昨天我们的见证神通建通率先冲出去，今天轮到了谁？敦泰、立志、博磊全部都冲出去了呢！恭喜全国会员大赚特赚，开心啊，开心的不得了！哎呦，你看哦，昨天节目名称哈，我特别取哈，台股万七，一万七嘛，静观情雀、啊。嘿那，而且我昨天节目名称讲的好清楚哦，我说个股先蹲后跳，哇！今天你看一下哈，那个敦泰有没有跳出去啊？跳到天上去了啦！立志嘞，乌啦，哇！博磊嘞，也跳出去啦！啊、不是都给你先蹲后跳吗？是呢，哎呦，结果妍希都还是在跟你讲一样的哦。是啊，我现在提醒你哦，不管跌，不管涨，大盘跌我也跟你讲一样的股票，大盘涨我今天还是跟你讲一样的股票。恭喜博磊，蹲完就跳啦！恭喜老师给大家的敦泰、立志、博磊走回来，手牵手一起来跳啦！开心啊，真的开心、啊。今天我还需要解盘吗？老师不需要啦，真的不需要。可是老师今天涨了210点呢、欸，大涨210点呢、欸，小涨啦，哈，还是小涨哦。哎、欸，我给各位一个观念哈、哦，来，现在是台股17076点，对的，来一万七，嗯哼，一趴多少？嗯170点，那我问你，现在210，等于是涨一趴多一点点，1.24%，差不多涨一趴的盘，你说大涨还小涨？哎，真的是小涨哎！来，再回想一下，之前在万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讲了，台股上下200点都是。正常的、啊，对，清楚明白了。但是今天有一个关键的地方、哦，你要看得出来指数在跟你热身哦，指数已经先跟你热身了、哎，暖身了，在做操了哈。台积电等一下是法说嘛？对的。好，我已经跟大家讲强调，昨天台积电我讲的很清楚哦，资本支出是破天荒的金额，是1000亿美元嘛？嗯，1000亿美元相当于。三年对国防预算，那你要有这个概念哈、嗯。为什么老师今天又讲台积电？嘿呀、来哦，这个资本支出是在设备这个概念嘛、嗯。好，那你要去思考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只要这个1000亿的美元，大概一半花在台湾，对，落实在台湾投资，那我问你好了，这些设备供应链，是不是吃香的、喝辣的，是不是非常补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是不是大补完呢？会阿布阿布大不完呐、啊，这样了解了哈、欸。有，好，我再绕一下哈。你记不记得我4月6号节目，我说了一个很清楚，我说哎呦，不止台积电，上修资本支出，是国内非常多的半导体大厂今年全面上修资本支出，所以你又看到一些设备厂的，像万润，大涨，是像嘉登、UV 的光照盒也大涨，哎呦，这些股票都上去了，动辄好几百块嘛、对的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说，你有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？哎，还有没有才底部刚刚要起来的？没错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所以我给你石头博士啊，哎，是呢，石头博士啊，嗯，啊，结果你现在看过来了，石头博士有没有持续大涨？有，有没有才底部才刚刚萌芽？乌啦，有没有小树变大树？有的、啊，我们等待大树变神木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！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呐、啊，撸大撸这样啦！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、石头博士哈是设备供应商，是 IC 载具的设备供应商。那主要哈，它是提供半导体的封装测试的设备，还有 LED 切割的设备。那我也讲过哈，大家对于它的产品，你要知道它有代理，它有代理日本大厂，那它也有自制。他有自己做、哦、所以你要知道他营收各半，所以我等于是我代理也可以赚，我自制也可以赚。那再来呢，从去年11月以来、哦、连续四个月是成长超过21个百分点。来，我说过持续成长的公司、可以预设股价高点吗？不能预设高点了。再重复一次哦、成长公司千万不要预设
高点，价高点，再次恭喜啊！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。所以有时候你就要看到哈，有时候涨得慢，嗯，只是因为盘势在震荡、嗯。那你看敦泰，用敦泰来解就很清楚啦。你看敦泰十月在买的时候，哎呦，那时候涨很慢啊，哎，涨很慢，50块，五十一块。附近五字头的当时股价是慢慢涨，对，慢慢推。妍希在节目讲了3个月、嗯，没人要理妍希。可是妍希就是不离不弃，是的，妍希就是告诉你慢慢涨才赚得快，对呀，慢慢涨你才赚得大，有的，慢慢涨你才不会被洗掉、啊，有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沿路告诉你我看好的原因嘛，嗯，再来哦，你可以看到哦，近期啊，你可以看到后、哦、报告一直出来啦，对呀，那我那时候就强调，哎呦，法人报告出慢一点好了啦，出慢一点，那营收又很好啊，你要知道他三月的合并营收非常好嘛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2个百分点、嗯、是创单月的历史新高。哇哇哇，你记得妍希说过驱动 IC 的报价是一直上涨一直上涨吗、嗯、那你要知道我三月都还可以创历史新高，是，那是不是代表我第二季其他出货一样是排到满、嗯、那我第二季合并营收有机会再度改写历史新高，你要有一个概念、嗯、那我问你第二季到了没？阿伯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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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了解吗、欸、我有很清楚吗？是，好，那再来齁、哦、我们想一下，去年十月的时候股价在50-51啦，对呀，好、哦嗯、那现在啊，今天啊涨停啦，涨、啊、停没什么220啦、嗯、那我问你啦、嗯、你现在看回去，对，50块是低还是高？当然是低呀、啊，50块妍希叫你买是对还是错？是对的。50块妍希叫你买好买满、嗯，你觉得是开心还是难过？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。我说过，我大资金会员哦，买很多啊，喜欢了。然后呢，50块冲到100块、嗯，哎，老师我还惊哎，我一辈子没有赚过那么多，天哪、啊！怎么赚50块就嫌多了呢？我说好，你也给然后出一点好了，结果又冲到150。老师，50块可以飙到150哎、欸！我没有看过我出掉的股票，就是出一点的股票、还会再喷哎、欸，继续的飙哎、欸，不然再出一点啊？这么怕？留在上面算一算是不是零成本了？欸、是丢哎丢哎，老师，我在上面拢是赚哎、欸，好啊，跟他看他能生多少孙子啦！哎呦哎呦，子孙满堂了啦！再次恭恭喜会员啊，如当如怎样啦？哇，股价翻出4.8倍，所以我说实力怎么会怕你验证？不怕验证、啊，我1月可以给你一飞冲天，可以有敦泰啊，有，我2月给你财运奔腾，有敦泰啊，我3月一样给你敦泰，夏日乐悠悠啊，继续有啊、哦，哇，敦泰通通在飙哎、欸，有啊，1月给你继续飙，2月给你还是飙，3月继续再飙一波啦，是的，怎么妍希你的节目讲的都一样？完全没有重播、哦，可怕的是你给我以后还是在涨，还在飙。其实这种东西不是我拉得动，我只是做好我应做的职责，我把产业看透一点，把营收追紧一点，公司跑勤一点呐、啊。所以我说我不用讲，我认真嘛，我就怎么做我就怎么讲嘛，实在做实在讲，大家是不是赚得到？当然了。所以啊，你要看到他这一波385个百分点，这就是实力的验证嘛。是的，对啊。所以啊，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。我都事先讲，事先给喜欢这样操作的好朋友、嗯、就直接跟上啦。啊，老师啊，我们的新粉专案哦，咱恭喜熊熬几根嘞、欸欸！啊，今天你博家贺功，啊，够有无啦？我要帮投资好朋友来询问一下，尤其是我们的新粉，还有我们的铁粉呢、欸。今天 LINE 上面也有事，同样 是粉丝在问，因为哇，博磊好强哦，哇，你的股票好强，都那还在飙涨停呢、欸。好啦，继续敲完，好好 好，因为我实在。但是觉得哈，这个行情真的是太好了，指数在热身要看得懂哦，指数在热身哦，千万行情是不等人，不要浪费行情，对的，今年绝对要赚非常多。假设还没跟上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啦。好，那么今天持续来做开放哈，再加码一天咯，好，再加码一天，这样好不好？好的，感恩女神，赞叹女神啦！不管你是新粉、银粉，或者是金粉，或者是我们铁粉的好朋友，来把握我们的优惠券活动，新粉专案活动今天再加开一天哦，赚钱不能等，好的行情更要及时来做把握了，标股更是不等人呐、啊！好，标股要一档接一档，获利无法挡，想赚更多，想赚更猛，来新粉专案务必
来电做把握咯。0266303237 0266303237，甜心给您的新粉专案，应观众朋友的要求，应粉丝铁粉的要求，今天再加码一天。今天盘大涨了210点，指数再刷新历史高，重点是老师给您的股票早就比大盘率先冲出去了啦。昨天是我们的见证神通建通，今天我们的励志冲出去，博磊冲出去，敦泰不仅冲出去，还强锁涨停板，那也叫狗，那也叫厉害啦！这么强的老师哪里找？就在这里。这么标的股票哪里找？就在这里。这些的股票，老师早早请您买好、买满、买齐了。你只要 follow 甜心老师，你只要拥有老师给你的扣讯内容，一个口令、一个动作，标股看得到，更能够赚得到。所以，亲爱的老朋友，老师告诉你，行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啊！你赚钱千万不能等了，标股不等。人机会来了，就一定要赶快把握咯。这些的我们的老朋友、新朋友持续让您赚，重点是我们的粉丝太多了。老师告诉您，新标股持续布局中，我们的台湾加速哈，台湾加速，你赚钱要拼速度，你不止赚钱要拼速度，你获利更要拼速度啦。台湾加速股价对不对？阿北屌啊！想一起来做回卡位布局的好朋友，把握我们的新粉专案，会籍会费给您双重优惠，买到了标股，赚到了标股，会费怎么会是问题呢？如果您会籍有问题，会费有问题，跟上甜心老师，让你通通都不是问题。直接电话拨通，轻松跟上喽，026630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。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。026630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、便利性、服务性。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，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的新粉专案，您一路验证、一路见证、您一路追随的好朋友，老师的操作跟别人真的不一样。老师的操作不希望大家有多余的动作，你就是跟紧老师的讯息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重点是老师在您最需要关注的时候，在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给您方向，给您的标股，台股还没冲出去，老师的标股早就率先冲出去了。我们的敦泰有没有赚到？今天又飙涨停了，励志博磊一样冲出去了。所以，亲老朋友，接下来如何赚？我们除了标股一档接一档赚的好朋友们，来标股不等人，机会不等人，把握我们的新粉专案。今天呢，应粉丝、观众以及品花的要求，老师今天再加码一天了，而且我们的会籍会费双重优惠。对啊，越早来赚最多。其实真的是行情不等人，真的。对啊，其实有时候就是股票要飙，十头牛都拉不住啊。对啊，而且我常讲哦，像哦，昨天的心情跟今天的心情，你截然不同哎。昨天是地狱，今天是天堂。昨天对粉丝光看那个 LINE 就很清楚，就大家会害怕、会彷徨。我说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复，我直接
花半节的节目来跟大家讲，在节目当中统一回复大家。对，因为我知道大家会担心嘛，会彷徨嘛，这不就是老师的价值嘛、嗯？我就是要告诉你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我在你身边；当你不小心会乱砍股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哎呦，它是洗盘。是，这不是一个关键的口令，一个关键的指令，保护你很清楚吗？所以我常说，哎，不需要的动作、不需要有多余的动作，不要这么累，不要弄到牛仔很忙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你跟着妍希轻轻松松的，对啊，洗盘就是洗盘嘛，洗一洗再上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哦，没信心的都让他下车啊，他只是飙得快，飙得慢而已啊，赚得快跟赚得慢而已啊，都是赚啊，就是要这样，所以你会发觉，哎呦，妍希，你跟着你真的很轻松哎，对，而且让我买股票，让我没有压力，哎，对，所以我就说啊，今天要开放，那就再开放一天，没关系，不要有压力，是跟妍希真的不要有压力，所以你。会期你有压力啦，会费你有压力啦，我都让你没有压力呀、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感恩呐，感谢罗拉的。所以今天的行情哈，真的是要把握啦，对啊，好，就像我常说哈，你关键时刻你要有关键动作，当然，像今年封关前，过年前那个时候，你永远记得哦，大盘是回落，而且回落千点，对，你把 K 线敲出来就很知道，尤其是哎呦，过年前再回落。千点哎、啊！我告诉你，就算吼你没有看电视新闻啊、没有看一些名嘴在讲话，你自己都会清仓啦。对呀、你自己都会吓自己。没有妍希在你旁边，你绝对清仓、我敢保证、对不对？你一定说，哎，我先清仓好了啦。对呀、为什么？因为我过年前啊，我先清仓啊。万一美股道琼大跌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嘿，那就是这样啊。很多人这种想法哎、可是呢，会有妍希，你好恐怖哦。老师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封关前。你叫我买好买满，而且呢，大盘回落千点，你跟我说这里要抢红包。二月一号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要抢红包，然后呢，买好买满以外呢，又怕说听众好朋友不知道买什么，是啊，粉丝好朋友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是的，我直接发红包啦，有啦，我会员买什么就让大家买什么，会员有什么就让大家就是。无私分享，通通都知道，不用猜，对，猜错了很麻烦、因为过年没开盘，是猜错你真的少赚好多呢。对啊，我大买特买啊，是啊，我永远记得吼，我真的是吼，客户说妍希，我过年哦，金价贵贵的嘞，公妈天啊，半个小时，我跟我的爸爸妈妈，讲足久哎，而且你爱波比哦，我二十几年啊，第一次拄到这款老师啊。给我在年前买好买满呐、你爱波比呀、啊？对啊，因为周报买不够，立志做大事，又给我买来斗。嘿那就可以用薄的皮皮抓啦。是啊，哇！结果从此，一开红盘是哇，心花朵朵开啊！哎呀，钱钱一直来啦！你看，从过年前雅信车王店就已经锁了嘛，真的，金居建通也喷了啊，喷了，大田基星科超风安普。周报的我都讲周报的哦，我没有讲别的哦，都是周报里面的股票、旺旺来的利旺也是周报的哦，可以让你赚一塔两塔，只有。只有哪一档立志做大事、是没在周报哦，但是节目当中也直接剧透给大家、我就是直接讲讲清楚讲明白，我说过我比较懒可不可以，我先给你然后我就全部都讲一样的，是，可是呢我就花时间来告诉你它的基本面、我花时间来告诉你产业面，我花时间让你抱得住赚得到赚得到大钱、你光看暴利是不是等来的，是啊，买不够立志做大事就是买来斗、哇，年前七字头很好买，没错，七字头一路飙到139，乌啦，一波75个百分点，近期呢先蹲后跳又冲出去了，我还不要跟你算来回波嘞、我们就算一波就好了，好玩好玩，不用不用计较、反正会员是赚的，是的，比价重要，是的，恭喜全国会员，撸碳撸怎样啦？329，我提前告诉大家哦、行情就是领先起跑，是的，四月行情就是领先起跑。所
以你不止哈财运奔腾赚到翻，那再接棒夏日乐悠悠，哇，敦泰怎么这么彪？好彪，好厉害呀！老师，你夏日乐悠悠里面还是敦泰哎、欸？有的。妍希，你夏日乐悠悠里面还是励志哎？励志哎、欸，听呐，都有。妍希，你夏日乐悠悠的箭头也在里面呐，拿回去通通大赚。有，而且妍希说过，行情真的不等人，所以节目怕你买不够，还给你华电网，是，还给你台新科，还给你石头博士的博磊，到现在还在涨，上力也是快很准，是的。近期我有强调新标股，是不是？我近期强调的新标股，一个持续布局中，不是很标准的那个闽南语吗？台湾嘎手，我跟你讲啊，台湾嘎手，这边阿北雕啊，哎呦，快压不住了，哎呦，台语很赞呐，很赞哦。再来还有，我就说我都是持续布局的嘛。好，再来近期很多新朋友嘛，对不对？老师还有没有？当然啦，我的习惯是一档接一档，老朋友新朋友都要赚嘛。彩虹城堡来哦，彩虹城堡哦，我先告诉你一下哦，它的产业是电子支付，无现金支付的概念，是你去 Seven 啊，去一些买卖消费的地方刷一下就好了。对，它是这个概念哦。我先提醒大家哦，还在底部哦，而且一年的大底刚刚完成，今天台股创新高，我给你底部刚刚起涨的股票哦，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底部布局的好朋友，赶快跟上喽！来，新标股持续布局中哦，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哈，好朋友们，新粉、银粉。铁粉好，通通都来，想要跟上，想要一起来做回来探机标股，要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来新标股台湾嘎索，还有呢这一档彩虹城堡，一年大底完成，在底部底部起涨，底部刚刚尿起来做电子支付的哈，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低档卡位，一起来布局，一起来赚的好朋友们来新粉专案活动再加码一天，电话不通，手刀来抢喽！节目最后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。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投资顺利哦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台股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台股真的好好赚哦！你一月份的一飞冲天，让你赚到了二月份的财运奔腾，继续让你赚到了三月份，我们的夏日乐悠悠里面的标股是不是一档接一档赚标股买标股，绝对不是口号，甜心老师一直在示范操作，一直给您信心，一直给您标股，让你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，甚至让你从金鼠年一路赚到了金牛年，我们涨得最慢的敦泰不得了了，今天一样再强锁涨停板，一波飙出了385个百分点，股价就翻出了4.8倍啊，给您的长辈的长辈的长辈股不止他哦，还包括了这一波给您的雅信、建通、金居倍数翻的股票，怕你赚不过瘾，还节目当中直接剧透给大家，励志做大事的励志舞，让你赚来豆吧！一波飙出了75个百分点的涨幅，大田、安普新、车旺店、力旺等等的标股，足繁不及备载，还怕你赚不过瘾，再继续补标股给大家。节目当中 LINE 里面全部剧透给您，华电网、台新科、石头博士、博磊。熊无来胜利，无谈六宝扔无蓝红，所以亲老朋友，好的行情一定要把握住，好的行情一定要赚到，赚钱不能等，标股也不等人，务必把我们的新粉专案，不论你是新粉、银粉、旧粉、铁粉的好朋友们，通通晋升成为我们的家人们，跟上甜心一起来大赚新标股，持续布局中，台湾加速，股价得被阿北调啊！台湾加速赚钱要拼速度，获利也要拼速度。来，彩虹城堡股价打了一年的大底，在底部的股票，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低档卡位的好朋友们，务必把握我们的新粉专案活动，再加码一天，务必跟紧跟好跟满喽！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，华冠投顾。
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